爱的双胞胎团体左左右右，两个人从当时五岁的小小孩，如今已经是国二的少女啦。现在就读女校的他们，虽然是情窦初开的年纪，但他们可是一点都不想谈恋爱。根本不会想谈恋爱，不会，没有。你们没有男生追吗？现在女校，所以就没有。感觉喜欢交男朋友很麻烦。对啊，他每天早上要传讯息，哦，早安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就会那种高中的，就可能星期五，然后第七节下课那边化妆，然后等男友来接。烫头发什么什么。那你会羡慕吗？不会不会。所以我上学还要这边打扮很麻烦呢，然后化成那样，没有很好看。你看你一天早上起来，你要化，你可能化半个小时，你要提早半个小时起床，睡觉还比较实际。年轻人终究还是年轻人。然后同学就是一整个礼拜，那礼拜天的时候，就男友可能就说什么，我们先什么冷静一下之类的。然后那个同学那一整个礼拜都会就一直愁眉苦脸那样，就觉得很麻烦呢。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生，然后整一整个礼拜都这样？真的好早熟。八岁在谈恋爱，这样子。我也不一样啊，但长大后可能，但是现在是没有了。跟男友都很香的吗？没有啊，他们说我们六日回来的时候很好。他说他们两个回到一到五，他们两个一起的时光比较快乐。是有要再帮你们生个弟弟妹妹，这样没关系，不用。妹妹未来想要考哪个高中？我们目前是复兴高中，因为那边可以一整天跳舞的那种，因为读书不太行嘛，对，就是跳舞读书不太行，就是以后想当舞蹈老师，不想要再跳当唱跳歌手。如果有机会的时候，当然还是有机会想要，但是现在会比较想要先跳舞。期待再看到姐妹俩回到舞台上的样子喽。